它是 paper 宽裤吧？它是宽箱，它是做打折宽裤的概念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嘉。我们今天到台北，我会先去吃一个松饼，然后接着我要去新竹拿东西，然后再去回峰南山逛一下那个槟色特卖会，然后再去吃一个晚餐，这样有点像是一个台北的 vlog 这样。因为我已经没有旅游片可以剪了嘛，所以就来记录一下我今天都在干嘛吧。偏甜，比较甜，然后咖喱味没有很浓，起司味也没有到特别浓，马铃薯是属于没有不辣那一种，所以吃起来就是还会脆脆。可是我比较喜欢吃起来烂烂的，我觉得这个还好，这个是套餐的薯条，是有点偏咸，串炸的蛮酥的，因为有些薯条感觉都比较水平一点，所以这个薯条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谢谢。可以选香吉士或者是部分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蜂蜜吧，我记得是蜂蜜，对，蛮水的蜂蜜，是吗？我觉得是蜂蜜，为什么有种像酒的味道？哎，有冰淇淋耶！你怎么来了？冰淇淋，两位生意老板，他是不是不想吃？我来吃那个蜂蜜的。这个松饼跟我平常吃的松饼差很多，它是很扎实的那一种的。我昨天也听你预告过，这个很常见，我都没有吃过，所以我才只点一个松饼。那你刚才吃某一种蛋糕，就是比较扎实的蛋糕，对，然后那个刚刚那个是蜂蜜，就是味道比较淡。我理解那种感觉，没有，真的很像在吃一种蛋糕的。是草莓麦。不是草莓蛋糕吗？哦，你这么说有点像草莓蛋糕。你看，看这个就知道，有很多空气，比较干一点，真的太扎实了。它们比较，它这有点像是无枣味蛋糕，或者是水蒸蛋糕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跟我建议，我觉得我的应该很久，因为跟我想象中差太多。我觉得应该有点像是比较松软一点的馒头。现在还有人知道麦仔煎是什么吗？我想要卫生纸，我要生的。你说你要生的？啊，对，它比较像面包。它是面包。这个我不行。因为我想说，松饼就是那种，就是吃起来就是软趴趴的，然后或者绵绵的感觉，不然就是像那种格子松饼，就是吃起来脆脆，有点硬硬的。对，这个就是我在吃某一种面包，不太喜欢这种。为什么鸡鸡很喜欢？可是为什么鸡鸡最喜欢？可是很好吃。我有点甜。一点点，那剩很多好了。没有了。他说也不会不好吃，可能就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所以它是特殊的松饼，九州自产特殊松饼，就跟民国。松饼粉，然后他就做。那你做，就像民国卖台湾拉面一样。你觉得它比较像松饼面包？真正的面包。就是草莓优格啊，可是我没有喜欢，我本来就没有喜欢优格，
交给你。你也要吗？哦，这个很大。我会吃。哦，对哦，它不能切。所以这间店就是要来的话，就预报吃的。那个松饼跟以前吃过的松饼是不同的口感。我觉得如果要排队，就先不要。卖宅煎饼。有人知道卖宅煎是什么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对你这么一讲，是有一点像卖宅煎。对。我觉得是，就是有点太赶，不过还是可以来试一试看看。收掉的成品呢，他进很多手工框，然后那时候我是大学的时候带，然后就觉得一定要买一只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型跟它的分量感很好，就带起来。对，它看起来感觉蛮粗的，就是它有些款式。而且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你放在这边，然后跟平常看到的这种框会很像，可是你带起来的时候，你觉得在脸上的分量跟比例，我觉得差蛮多。我觉得宽的打折那条蛮帅，这看起来很酷。我觉得这样蛮值得试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它就是 paper 宽裤吧？它做宽下，它是做打折宽裤的概念。过期先就有可能，是不是草比较细，它工比较麻烦，因为它必须要纤维长细，对，纤维比较细，而且草种不一样，这个是不知道是日本的草还是中国的草，那这个是那个厄瓜多的草，厄瓜多的那个巴拿马帽最有名，所以它在当地先编织，然后运到日本，然后再压成帽子。我很好奇，就是像这种草帽拿去压，因为压的时候是热压，对对对，热压，对，那它草它不会皱湿。我相信你会，尤其是在这些地方，一定多少都会有。对，这个就是看他们技术。对，这个就让我蛮好奇，因为毛料羊压就感觉还好，因为它有一个耐热的程度。可是这个对，蛮特别的。对，然后像厄瓜多的巴拿马草，它里面都会烫印那个他们的。所以只要是厄瓜多的巴拿，就拿来做巴拿马草帽的草就会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像这种草在厄瓜多的那个强度啊什么都是最高的，所以大家才会选厄瓜多的草。对，因为它可以弄很细。像它这个大概只是，如果我们从最普通到最高级一到十来讲的话，这个可能在五左右而已。其实还有很多是非常非常细的，就是看起来会很像布的，像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對会像毛料。上次我看对很像毛，上次看到网上讨论。贝拉维塔有一间也是在卖巴拿马草帽，它里面有卖到最贵的是十几二十万。哇，那个都已经就是纤维已经抽到很细，那像这种草的话就没有办法抽到变成这么细的纤维，对，但反正它粗粗的有别的味道，另外一种感觉，对。那所以维婷要可以，维婷就买一顶来拿出来抽，拿出来抽，哎，可以，重本啊，重本的这条的啦。有机会来新竹逛一下，对，难得上来，对啊，就我第一次进来，因为我之前都知道开店，可是我都还没有进来看，对啊，真的不错，里面装潢也很漂亮，来感受一下，哇，
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微风南山，要逛那个 Beans Unitiero Urban 社区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我要去特卖会，对，不知道等下可不可以拍。You can't deny the fact that you are growing old. You have a thousand eyes that never fall. 才刚刚是中间，我还戴口罩，好意思，很少两个人同时入境，还同时戴口罩。When I've had enough of your beauty, we don't belong, but we don't need a button. Do we don't belong, but we don't need a button?东西已经算不少，本来是要去逛冰室，然后冰室要分成一半，一半女装一半男装，然后打折可能打个6折还是5折，不过还是感觉还是要蛮喜欢的才会想要下手。不过这特卖这部影片上的时候应该就已经结束了，哎，明天就结束了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来。冰室是不是每年都会有这个特卖？对，就它特卖也都是跟品牌联合。应该说日系品牌他们都会有换季折扣，而且都会比较大的折扣，所以新品要上的那个时候抓那个时间去关注他们，就一定会有折扣的讯息。不管是网站或者是特卖，其实你就把它想的跟那个你要去日本逛折扣季一样。然后因为现在台湾的日本品牌很多了嘛，所以像这个就是联合特卖会就可以玩这个东西，蛮好的啦。大家如果想要捡便宜啊，就是可以来逛一下。其实折扣我觉得蛮大的。来自病死前店员的建议。很香啦，来看看有没有耳朵。好，算了他刚刚找我抱，然后我不抱他，所以他就找他。这个时候才会找我，什么的悲歌，今天都不要我，除了这个时候这种劳力活才会要你。看我踩到山水，叔叔的悲歌第二集。虾子好吃哎，蛮 Q 弹的，虾子味蛮鲜甜的，还不错哎，很好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样。然后这个是火腿，这个是什么伊比利火腿？然后旁边有时候配草莓，我没有火腿跟草莓一起吃过。哦，通常都是水果吗？哦，旁边是芝麻叶吗？是蛮香的，可是我觉得就草莓味道太强细，就是我觉得芝麻叶跟火腿就已经很香，可是草莓反而把它们两个都盖过。然后这个是干贝，没有喜欢虾子，对，他没有喜欢虾子。干贝还蛮好吃的，真的表皮酥酥的，蛮好吃的。没有很多人可以把它外面弄得脆脆的。我的是有三颗饺子，它里面没有人点这个饺子汤。那你怎么红红都给他了？他是红豆。他说这个是用什么鸡油清汤？可是我忘了他说这个饺是什么饺，鸡肉的饺，鸡肉跟虾子。猪脚吗？我觉得喝起来很像蔬菜清汤的味道。然后这个饺子，我觉得饺子很还好，就是肉，然后比较扎实一点，可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这是蔬菜清汤，哦，蔬菜清汤比较好喝哎，好像火腿也蛮好吃的。看看我的，有一种鸡汤味，可是它有加一种蔬菜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是瓜类去熬的。对对对，有瓜味，对对对，是瓜类的味道。你看看我的，我觉得还好，而且饺子也还好。我不喜欢你的，我不喜欢爬不起的。一开始怎样？就这样吗？枪跟一啊，然后换手变枪。对啊，这样。对二，然后再换枪。对二。你看错了，你枪错了。枪没有枪。你看就是要做，要练，要做。你看。好慢啊。很难的，而且没有比六，你刚刚又比。要比到哪里？就是一到十。干，你太难了。好好，我觉得很难，真的很难。第一次，我觉得你还是做鳄鱼来的比较好一点。我练了。对。哎，干，我觉得好难哦。这个超难。好，我放弃了。
较多牛油的甜味跟香味，豆子就比较没那么扎实，因为大部分都是油脂，可是也是很好吃，因为有牛油的甜味，这个是老饕，然后就是肉质也比较软，有一点牛油的香气，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，我觉得口感蛮接近客家，然后和牛油鱼客相较起来，主要就是瘦肉的口感，那我觉得蛮不错，它的牛肉香气也很。是整餐全部吃完之后，他才送那个甜点跟饮料袋。然后有橙汁柠檬汁，蛮特别的。柠檬汁，可不可以喝柳橙？没有肉桂啊。不要啦，这有酒，不要吃好了。我想要了吗？那个不是草莓，那不是草莓。乳酪蛋糕，乳酪蛋糕还不错，乳酪味蛮浓的，口感是那种稠稠绵密的，这蛮好吃的。可是我觉得稍微偏甜，不然还不错。这个像奶油东西，你知道我第一口吃下去，我觉得很像那个，我长药布，真的很像贴布的味道。我吃一个看看，嗯，这巧克力好浓，这最好吃，这好吃的，我觉得巧克力好吃。做的很好，酱会很重，可是有点甜，但是酱会很甜。熔岩巧克力的色泽比较强，我觉得全部的甜点都吃起来蛮不错。不过果汁很酸，太小了吧？因为它有点太甜了。最近的牛排都很好吃，因为它本来就很有名，它是叫火牛排。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就是4年前的时候又来吃，就是觉得它真的是蛮厉害的，对，不过它单价也偏高了。那有机会的话，大家预算比较高的话，还是可以来吃，真的蛮不错。我们到家啦，很累。其实今天感觉很多行程都很赶。刚刚之后吃完饭，还先去 ABC Mart 买一下。我看我没有拍到什么画面，好像只有拍到袋子。好啦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摩洛哥形式。今天好像行程有点都在吃饭，就稍微逛一下而已。好，今天摩洛哥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，不要错过。我们是家庭兄弟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是不是讲很快？说到这个反应的特色，比较不好。我在底下。太像了。哎呦，那是。这边很面熟啊，我叫高一超上班，我弄的麦当劳。Hello， 有人没有吃饱哦。哎、你要吃哪个餐？吃几块餐就好。你是不是要吃20个几块？一个人吃。